今天的缘分非常稀有，我记得了我离开工作到普里来亲近参云老法师6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我记得那一年我31岁，今年87岁了。普里这个地方跟过去改变太大，沿途来我看到的高速公路，看到这个民间这些居房，想到60年前这个地方是乡下，很少人居住，茅棚是非常简陋的建筑，是用竹篱笆编起来的墙壁，两面糊一点水泥，在那个时代茅棚里面有参云法师，有妙老，还有个大宗法师，三个出家人，普妙法师，三个出家人，还有个朱金咒老居士，70多岁了。那个时候我31岁，所以茅棚的工作呢，我就一个人承担了，要照顾3个法师，照顾一个老人，生活非常艰苦，没有路，这山上的小路，到普里去，每一个星期去一次，去买菜，才买一次，一次要一整天，从茅棚走路走到普里走2个多小时，当中还有一个小溪，还要脱鞋子过去，要挑大概30-40斤东西，每一个星期一个来回。我在茅棚住了5个半月，参云法师告诉我，他看到我看几个月，他说你还是一个讲经的材料，他说我介绍你到台中跟李老师去学经教，我也很喜欢，他给我写了个介绍信。那么另外朱金咒老居士陪我到普里，朱老居士跟李老师是老朋友，好像他们是同年，老朋友，也都是佛门的老居士，所以我这个缘分呢，到台中亲近老师，没想到在台中我就住了10年。参云法师当年在此地，我来过几次，台中休学的时候还来看过他几次，以后离开了，大概茅棚现在没有了，可能是不在了。在这一生当中，流浪，居无定所，所以有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，是我拿到西藏的，只有半身，那表法的，表没有落足之地，表这个意思，一生没有落脚之处。到处流浪，那么我们先细心的去思维观察，我觉得这全是佛菩萨安排，摆在我们面前有很严重的危机，那就是整个世界这个社会对于宗教不了解，
认为宗教呢都是迷信啊，宗教在往后啊可以不需要了，这个麻烦很大啊。古人教导我们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我们不要怪社会大众，回过头来要认真反省，我们做得不好啊。每一个宗教都一样，都没有认真去学习经教啊，没有把经教的理论啊、方法的修行的功夫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没人做啊，所以让大家对宗教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。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啊，在国际上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，看到这些状况，也跟很多宗教啊往来啊，把宗教团结在一起。我这个念珠不是佛门弟子送给我的，是别的宗教送给我的。他说：“法师，这个念珠代表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，所以各种不同的颜色串在一起，啊，也串了108个。啊，我们不这样做不行呐、啊，啊，这只是做宣传，让大家认识宗教。”宗教对社会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啊，只是我们现在这些宗教徒没有认真的深入经藏。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，没有深入。啊，对于自己宗教的教义、精神、生活，啊，以及对于社会的贡献都不知道。啊，只留下一些关于祈祷这些形式，啊，形式是重要，但是形式要有内容。每一种这些仪规的时候，都有经论做依据。啊，你要能讲得出来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，人家就会相信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呢，就担任宣传。跟各个宗教的沟通啊，这些年来啊，我们团结世界宗教也做出成绩出来了啊。那么今年5月我们在联合国还有个大的活动啊，这个活动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了向联合国申请的啊，他们是会员国啊，纪念释迦牟尼佛的为赛节啊，我说也团结全世界不同的宗教啊，也许就是宗教团结大会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强调宗教教育的重要啊。前年，2年前。我访问梵蒂冈啊，跟教皇见面，教廷派这个陶然主教，他是专门管团结不同宗教的这个大主教啊，跟我们在一起做了2次的会谈，1次3个小时，所以2次是6个小时啊。他们告诉我他有调查啊，所以在宗教里组织最严密的还是天主教。根据他们调查，最近这10几年来全世界
信仰宗教的人呢，一年比一年少。啊，所以他们很忧虑。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大概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就非常稀少了。啊，提出这个问题。我当时，我们也是个访问团，啊，是一个宗教多元宗教团体访问团访问梵蒂冈的，啊，所以有各个宗教的代表。我提出来，我说每一个宗教，早年这些创教的人，他们凭借什么？能够让许许多多人对他生起信心，跟他学习。啊，这个宗教建立之后，一代一代的能够传到现代，那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现在这些信徒年年流失、减少了？啊，这些我们就想想啊，原因何在？啊，我们一回顾就晓得，最早的宗教全是社会教育。这些创教的人，用我们现在人的术语来说呢，个个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。啊，夜读明心大彻大悟，30岁开悟之后，就开始在鹿野苑读五比丘。啊，佛教就从这开始了。啊，以后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跟随释迦牟尼佛的长随众有1255人。啊，那么这个僧团。加上佛陀1256人。啊，那么这长随众啊，那从我们现在啊看，我们办法会办活动，除出家人之外，在家人也不少啊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当年佛陀在世，在家居士常常跟着佛学习的。有人来3-5天走了，有人1-2个月走了，也有人1-2年离开了，这个很平常啊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这个僧团至少经常维持有3000人以上，3000弟子，天天讲经教学啊，没有在经典上听到释迦牟尼佛带领大众修行，啊，打个佛旗，打个禅旗，没有这种记载啊。那我们就晓得，古人这个话是有道理的。师父临进门呢，修行在个人呐。啊，所以全是教学啊。你明白了，懂得了，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佛不管哪个人修行的事情，啊，这是你自己事情，啊，你真正有悟处，佛给你做印证，啊，那个印证等于说毕业一样的，啊，佛给你做这个工作，所以通通是教育，啊，世尊教了49年，所有宗教传教是最创教的人的人。世尊教学时间最长，啊，49年，啊，那么他的教学也是按部就班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长随众，长随众里头多半是出家的，在家有少数，啊，跟随释迦牟尼佛49年不离开的，啊，他们所学习的最初。阿含，啊，方等，般若，
法华涅槃。啊，华严是特殊的，是世尊在定中所说的。啊，参与这个会议是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真的法身，释迦牟尼佛华严法会，你没有办法进入。啊，所以华严有很多人认为那不是佛说的，是佛说的。啊，你深入经藏之后，你就了解了。啊，佛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。那么佛在《佛藏经》，《佛藏经》是一部小部经，啊，不是大藏经，《佛藏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说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啊，佛是不允许劣等的，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学。啊，你看。12年的阿含就是小学，啊，我们称为小乘，啊，小乘里面的内容非常重视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啊，基本的佛法的教育，在这个阶段学习12年，啊，大乘。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，没有小乘，大乘就落空了，啊，变成空中楼阁，啊，所以隋唐时代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，一个陈氏宗，一个居士宗，啊，是以这两部论做基础的，都是先学小乘啊，后学大乘。那么到了唐朝中叶之后，我们一些祖师大德不学小乘，所以小乘这两个宗啊，到宋朝时候就没有了，现在没人知道了。啊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么祖宗为什么把这个废掉了呢？他不是废掉。他是用儒跟道来代替，啊，代替收到效果了，啊，这1300年，唐朝中叶到现在1300年，各宗各派祖师大德出了不少，啊，说明行的办法行有效果，啊，那么流传到今天。今天麻烦大了，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。满清末年最后的100年疏忽了，所以这个因果责任，慈禧太后她要承担。啊，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的碟片。他讲到慈禧太后，他说罪太重太重了，在地狱永远不会出头。啊，满清晚年讲的人少了，越来越少，啊，能够讲经只有10几个了，我们知道的。满清亡了之后。这到民国，民国讲经的就更少了，而且讲经都在几个大都市，啊，偏远地区的不知道佛门有讲经的，哎，只听到和尚念经，没有听说和尚讲经的，啊，现在确确实实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讲经的人才怎么培养呢？没有办法培养。原因在哪？原因没有根底呀。
没有基础啊。啊，佛法的根是什么？佛法的根跟中国传统的根是同一个根，这个根就是孝道。啊，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孝道。啊，佛法的根呢也在孝道上，你看，敬业三福。是我们净土宗所遵循的基本教义。啊，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就孝亲尊师啊。人生在世啊，对我们恩德最大的两个人，生身是父母，慧命啊，是老师。啊，中国教育跟印度教育，他教学的目的是要你开悟的，目的在此地，不是叫你记得很多经典，不是的。啊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，他要你开悟啊。所以这个教育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西方人不能理解，我们跟他们介绍的时候很费力气啊。这个工作做了十几年了，还算是有一点成效啊，他能听得下去了啊，能够坐上两个钟点聚精会神在听，这就很难得了，这是我们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啊。是不是真听懂了呢？那很难讲啊，就算是不错了啊。所以你们底下一代担子很重，如果你们不能承担下去的话，佛法会灭掉，中国传统文化也会灭亡啊，那就真正可悲了啊。继承传统圣学，继承佛家的正法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真诚心。佛法讲的菩提心，菩提心的体真诚啊，菩提心的自受用身心啊，身心古大德常说好德好善啊，自受用对人皆无，大慈大悲，要有这个心才行啊，那才能够听得懂，才能够切入啊。所以教育要达到这个目标啊，不是你记得多，与那个不相干啊，那变成什么？变成现在所说的佛学。佛学是佛教的知识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，知识不能了生死啊，不能够待业往生啊。所以无量寿经上说的啊，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因里头都提到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啊。佛法的沉船是需要发菩提心的人啊，真正发菩提心能够舍己为人，他才能成道啊。啊，贤首过师在还愿观上讲的四德他要具备啊，那是菩萨的基本条件
啊，也是个真正学佛弘法利生的人必须具备的这四个条件。啊，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啊，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要随缘。啊，随缘重视什么？叫妙用。妙什么？不着相。啊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妙用。啊，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世间，他们所实现的。细心观察世尊当年在世八相成道，啊，这80年的时候，他给我们表演的。那是随缘妙用啊，学佛要学这些东西才行啊。事先跟众生和光同尘，外表上看一样，没什么两样，内里头完全不一样啊。内里什么？他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他不迷啊，他不颠倒，不设清净心，不设平等心。啊，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。啊，断见思烦恼，清净心现前。啊，小乘思苦。那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平等心现前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你在一切境缘当中，你不会生烦恼，你不会有嫉妒。啊，正能智能够看得出来的。啊，你对于一切众生，跟对佛一样看法。啊，普遍都能升起恭敬，啊，供养，这是真正菩萨了。如果还有自己名利夹杂在里头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但是。弘法利生，有的时候没有钱也不行啊。啊，那个事情就交给佛菩萨去管去，我们别管这个事情。啊，有缘有钱我们就做，有缘没有钱不做。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才是学佛唯一的目标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一生决定成佛啊，这可不能忘记啊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是我们附带的事情，不是我们主修的事情。宾主要分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主要的这一生呢，是要求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的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帮助这个世界宗教能再兴起来，帮助正法救助是我们的责任，有缘要做，没有缘不要勉强。啊，把自己主要目的丢掉了，那是大错特错。啊，真正学习得很好，自自然然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，那就是威仪有责，我们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啊。样子表得不好，人家对我们的这个宗教
就没有信心，就怀疑。啊，那我们造的就有罪业。啊，所以样子一定要表得好。啊，要样子做得好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戒律就非常重要。啊，国清法师到香港来访问我。啊，我知道早年我们八个同学有一个出家，不知道是他。我听说有一个出家了，我问他，八个同学都在吧？都还在，就一个成就。成就的秘诀没有别的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他在这上做了30多年功夫，这都佛菩萨安排。啊，他有一个道场啊，在这他能够好好安心下来修。我没有，我到处流浪啊。那这是佛菩萨给我们安排的不一样啊。啊，台中大专佛学讲座，那个缘起我说给你们听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台湾大专学生开始学佛，第一个是晨曦学社，台湾大学。周宣德老居士，他搞出来的。啊，搞成功之后，很欢喜，到台中来看李老师。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，年龄大概差不多，啊，比李老师小几岁的样子。啊，谈这个事情，老师高兴得不得了啊！啊，大专学生学佛，这是有知识的，这不是迷信的了。周老师离开，我们把他送到慈光图书馆，送到门口。啊，他走了之后，我跟老师讲，我说老师，这未必是桩好事啊。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，怎么不是好事？啊，我向老师说，先入为主，万一他们那些老师教把他教偏了。教邪了，以后什么人能把他们纠正过来？我提出这个问题。啊，老师听了之后啊，觉得有道理。哎，他也很严肃冷静了半天，告诉我，等他怎么办呢？我就给他建议，我们有慈光图书馆呢，我们慈光图书馆可以办大专讲座，利用星期天。星期天专门对台中地区的，他们都可以来听课，啊，来报名参加一天。啊，寒暑假呢，我们办的时候就是连续的，暑假的时间长，可以办3-4个星期。啊，寒假的时间短，可以办2个星期的，啊，对，这个台中以外的同学，啊，我们各提供吃住。我这个建议，老师就答应接受，这个接受了。这大专学生学佛，这是很大力量啊，推动了。到以后很多寺庙都发心来做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老师这个缘起就从这开始，啊，安排课程，请哪些人来讲。老师都找我商量，啊，我在图书馆小楼上，我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，啊，那么这个对我以后啊，在国外弘扬弘法呢，就造成了一个机会，啊，外国谁知道我？都是这些同学，我那个时候认识同学大概有3000多人，这些人毕业之后到外国留学，他们拿到学位，啊，那么在外国，成家立业了，跟我认识，就找我去讲经，所以我国际上的语言就这么来的。要没有这么多人认识我的话，谁请你讲经啊？啊，这语言是这么来的，啊，那么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，啊，我们能够在
联合国开国际会议，都是这个缘引发的，所以不可思议，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希望大家好好认真努力，我们把外面路子开通了，许多国家领导人，我们有机会见面聊天，传递这个信息，好事情，那么将来怎么样重新再建立，特别是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是个小城国家，他们的小城落实了，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我们其他国家学法佛学都是口头上的，没有做到啊，他们全国人民做到了，还有这么一个国家，总统跟我也很熟，那么将来大学大臣在那边建立，想建立一个大臣的佛教大学，总统说到我们国家来做，办个全世界宗教大学，每一个宗教一个学系，总统也说到斯里兰卡来办，所以有人支持，有这个缘分呢，希望你们这一代要认真努力，佛法能不能光大，宗教能不能继续在这地球上沉船，全靠你们年轻人，这个你们的和尚功德无量，要从戒律开始，无论出家在家，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供养到此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和尚。